不让他乱吃东西。好，啊，好，会请人合讲不是？蚂蚱以后啊，就负责给你了。行，二叔，把他放开，要是打架的话就弄开，把俩都放开。上次他跟那个小，别出去，把他放开吧，放外边。来了。哎，蚂蚱这家伙现在有点性格了，自从上次跟小杰哥打了以后，现在这还记着仇呢，见面就干。反正现在他俩见面就打，会等事儿。把它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，让小蚂蚱在外边玩吧。行，小蚂蚱直接找他。好狗蚂蚱，好狗。好狗，有油水。小蚂蚱不害怕，离紧点，但是别咬住啊！离紧，来点嗓子都。你牵住绳子最好，知道吧？好。哎。你还出了一会儿，一夜上去。住。喂。走，会玩吧，会玩。前脚不动，耳朵上流血了，让那小母咬了给，你进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。今天的天气比较好啊，然后这个把这个灵珠那窝小狗放出来，这个晒晒太阳。然后这两天呢，拍了几期这个吃饭的视频啊，然后很多粉丝说。这个可能有点不愿意了啊，所以一直不拍狗了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安排一下。然后也不是不拍狗啊，主要就是这两天呢，两个小兄弟来啊，然后这个拍一拍美食，给大家呢就是想着换一个口味啊。拍狗呢，咱肯定还是拍狗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把他们放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小蚂蚱跟那个小母。他俩现在不能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要打架，所以说也没法一块放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最怕这，你看这小狗出来了就咬这咬那的，光搞破坏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行啊，等会儿。嗯，好，德行，等我买来，十六头不了，嘿嘿，这玩意儿，我操，喂，走。
难找，我操！能不能老板？在。我和蒋宇哥走。跟你说，别看你，别看你这么做的，再难你，跟你说，不是不是的。叫啥叫啥呗？叫啥？叫啥？慢点。慢点。再添一点吧，添半熟吧。行，看着味吧。咱皮蛋保持正常状态就行。嘿，这家一个大鸡，能吃几口啊？一口吃了三分之一。黑豹这牙口还行啊。啊，喝两口汤。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岳父，岳父干。晚上不用问，一天一只鸡，然后搭配点狗粮 ，OK 了。吃带喝了。嗯，连吃带喝。现在后边瑞雪跟瑞虎啊，他们两个是亲兄妹俩，应该这个瑞雪还大点呢。他俩从小长大的还不行呢，动不动要干仗。瑞雪这两天这个恢复状态了啊，看现在的腿没有那么肿了，但是还有一点。瑞雪，吃饱了没有？啊，一会儿给你介绍个对象啊，等会儿咱把黑豹弄过来。二叔，躺在上面这儿啊，坑头，听没？低点头。拿着套直接冲着嘴套上去，听没？这回再弄不准了，都不用你了。哎，这回弄得好，给黑豹找个媳妇儿。还急得瑞虎。等会儿别让瑞雪出来了啊。瑞雪呢，就是来的时候那天我靠跟那个小公狗打的，现在腿左腿上面刚好一点。然后瑞雪的这个个子比较高啊，用让黑豹给它搭配一下带一带，结构还是黑豹好，但是看看瑞雪吧，看看瑞雪到时候长起来了，长起来怎么样了？不是什么问题，你把这肉都不长，一闲也不是。你俩往这一蹲，就是准备看咱俩配狗了是吧？嗯。看电影。看电影。这俩小子挺坏。黑豹，黑豹，快上，快上，上他，干他。这母的脾气太大，
这拿杆子不能啊，拿不开。两个狗干起来得三个人，最少得三个人。那小狗其实干起来，我跟他说了，他就没拉开了。大狗一般得四个人。大的别。嗯，撬棒撬。你得对着大点，看对着哪得打。跟着你干。你今天估计让你俩失望了，看不成配狗了。今天看不成，都在这边。对对。哎，瑞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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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豹不攻击他，攻击他，这都个儿比了。黑豹攻击他，他不是黑豹的对手。但是黑豹知道，这家黑豹知道咋回事，但是这个母的没配过，不知道咋回事，他以为就欺负他，你知道吗？血的眼睛特别像黑狼啊！黑豹，黑豹，过来，你别天天没点的正事儿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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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哎，瑞雪，你咋了？瑞雪，亲，让你相亲了，带你相亲了。瑞雪，你太年轻了，你知道不？瑞雪的眼皮大。你是不是先说说，先说在了我这把他给你啊，知道不？啊，主播，是不是因为二松在这坐着嘞？对的。咬毁了丢小了吧。黑豹现在五岁多了，黑豹体力还可以啊。嗯，幸亏你俩在这儿，你俩不在这儿不好弄，配不上，都是你俩功劳啊！好多一半一副，二松做饭的，做的啥饭啊？都炒个土豆丝儿，土豆丝，对，熬的小米粥是吧？对，好嘞，一会儿打开抽烟机啊。行。这家伙铁不配合呀。这到用了一两年了都没事儿，二松。他怎么的跟你较劲了？好像是。二松，嗯，给你个建议。哦。这次放的油多了。对。是不是？对。我知道是因为那盖儿掉了。因为这个猪油还出油，这大厨啊，这是还会翻锅呢，行啊。土豆肉片青椒，行，放了点酱油吗？放了。尝尝你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可以。那个锅也能拿下来啊。大圆桌，当时买的这个挺实用的啊。这一套带着六把椅子，一个桌子，一共1000多块钱。现在先撤一下，放这儿。啊？中间啊是一个电磁炉。慢点儿，你舍不得。来、啊，这能拿下来。这个拿了，这要放哪儿不？放这儿。看，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桌子上也有个窟窿。行吗？一人住不？反正还行。行吧，就放这儿吧。正好用酒给它挡住。
这个方桌子是后来弄的，然后是买了一个，中间也带着窟窿，正好能吃火锅用嘛。这边呢，这个我们三个人呢，这个天天吃饭，那个大桌子太大了，没有这个小桌子用的带劲儿，弄这个。二松啊，这小孩儿第一会做饭，这个土豆还可以，二松啊，等过去。然后这个粉丝，我再给你提个建议啊，这粉丝再煮一下才行了，这泡泡不开，不中不中，重来吧。我不喝米嘞，啊不喝，你不喝呀、啊？我喝白嘞，喝白嘞是两瓶，这是我的。嗯，大兵今天吃药了，别喝了。啊不喝，啊、哎、你喝吧，没事，不贵。我今天简简单单啊，两个菜，一个花生米，一个咸菜。是吧？你弄点白的吧，这么冷的天喝啤酒。耶，这小米饭熬的不赖呀、啊！啊，先喝一口。哎，还放着糖呢、啊。吃饭前我就先喝口酒，来二龙，今天是二松下的厨啊，我这都比较好，我酒精酒眼又过去，退出酒店了，啊，那以后以后跟你玩了，酒也不喝，烟也不抽，行，味道可以。最近你发现天冷了，是吧？就今天出太阳了，前几天都没有过。这粉丝炒豆腐啥的。换一瓶儿了，三口，对，三口一瓶儿，厉害。他平常都这样喝酒，不是，闷得好赖，不是闷得好不是。你哥能喝？不会。你跟过来。嗯。你隔了酒多少年喝了？一喝酒就过敏。哦，喝酒过敏。对。你没事儿。嗯。你俩是亲兄弟俩吗？是的。那咋回事？那咋？人家都说老二是姐的，不是亲的。抽烟喝酒，对，你爸不抽，不抽，不喝酒，不喝，你二哥也不抽，不喝，不喝，行啊，那他俩在这一烟抽，他俩不就行了？
你爱吃肥肉吗？嗯，得看多肥了。对，就算这肥肉了，这肥肉，这肥肉，嗯，小的吃，大的不吃，意思就是能吃一点。对，行，来，第二口吧。嗯。两口，凑四口也行。这家伙真猛，吃吧，不吃。我没想到苗瑞雪成功搭配了，平时也一喝啊，平时也不出来，平时也不出来。就今天状态好起来了。嗯，他在安徽就发情了，就是他那边人不一样，不知道。对。然后来了一看，我说这狗好像能配了。到我到我家才11点。我靠，这两瓶啤酒六口喝完，真行。再凑一口。嗯。Oh.